没事，我是说我们要装这个吗？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卖掉。我们有初夏新年，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卖掉？那有美呀、啊，美要干嘛？美呀、啊，不会听他在那里瞎掰，你也相信？不相，他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再把它贴回去，然后我现在又再把它拆开来，噔，桌上型顺热饮净饮机，清净饮水机。就是净，然后饮水机，净热温烧水机，对啊 ，Made in China， 水槽啊，直接水槽，哇，这个线也太短了吧！这个线是，这个线才80公分而已吧？一公尺吗？68，一公尺，这太短了，它已经有声音嘞。他已经在制冰吗？哦，所以他制冰有声音，你自己听。现场没听到，你自己过来听。有声音啊，有。哇，东西。冲的声音啊！哇，所以他制冰有声音啊。东西。好吧，哥啊，你别紧张，我会整理呀、啊。你好好看电视。不行。哇塞，这水槽是塑胶的。我以为是金属的，结果是塑胶的。钻石嘞！哇，钻石哎，还镀金呢！慈禧，还有奶嘴塞啊！哇，还是你要当台湾人都不撕开？嗯。哦，你要当正港台湾人？旁边应该没有粘住吗？怎么拉不起来？没有啊，没有粘住啊。嗯？没有粘住啊，为什么我拉不起来？我拉断了，你要来呀、啊，你要一起参与把它拉断呢、啊。它怎么塞的？啊？它为什么可以塞在里面？哇，这是两层的、啊，啊，所以它，哦，所以你不要过滤就不要放这一层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也可以不用放啊。你就下面放马克杯，然后下面就可以这样过滤哦。对呀、啊，你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了。是啊。本来就是买个滤芯就可以过滤啊，跟空气清净机一样。装水喽，叮叮。我装不进去耶。它这个提把这边都是塑胶的，就摔到地上就马上坏。哦，它这盖子上面有告诉你，请加入干净的饮用水源，所以就你加自来水就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自己把它搞坏。自来水也是干净的啊。干净的饮用水源，不然要加马桶水。干净的，他没写，他可能说明书里面有写啊。干净的饮用水。你看说明书。说明书不用看啦、啊。不对啊，我都还没有过水，就是先让水流过整个管线啊。啊，他有这个，先要做这个动作。啊，不是正常都这样吗？你新的有这个按钮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先让水群。啊，过那个管线，你不就是出水，它就过那个管线了吗？啊，那怎么出水就没水了？我少做了什么事呢？啊，没看说明书哦。说明书他一定要先告诉你说，第一次要先干嘛干嘛。赶快把说明书拿出来！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就有水啊！说明书还没看就有水。撞车！撞车这么开心！哇 ，Miss Fenton 跟 Lawrence 撞车了！快啊！我们要来喝45度的水。哇，各位。所以它加热会有风扇的声音耶，因为它很热，要瞬间加热，要散热啊。哦，45度的水，呵呵，给你温水，怎么样？是温的水啊，帅吗？反正就有99、85、55。45常温，而且冰水是15度啊，55度哦，它还有 UV 啊，它的 UV 不能关掉、啊。那就是你一按它就有 UV 啊。55度，感觉55度才是我平常喝的温度，所以我平常都喝55度的水。可是这个其实蛮大声的，
没有特别注意。那、啊、你不用特别去听，就不会发现了。没有你把电视关掉，所有东西关掉，你就会听到呜。那、啊、这个风扇频率算比较高哎、欸。啊，下一个85度了。哇，两个一起更吵哎、欸。哎呦，然后真的呜，它整台机器像恐龙在叫。哇，85度，那我去拿茶叶，我们来泡茶。哇，泡茶喽，99度，哇，拿出来。但它这样热水，这样子整个面板都会变湿湿的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因为开始。所以第一段是 150cc， 哇，这是泡茶神器，你要来喝茶吗？它是出水，三个出水量是，我记得是150，然后就不知道了。听好了，第一格150，第二格230，第三格300，所以最多才300。所以你要喝马克杯，应该就要直接开到第三格。它写滤芯过滤水量为60公升。60公升，反正我没有要用。60除以4，15次，15次？哦，你说这整个箱？对啊，你就是可以过滤15次。那怎么那么少？那新加坡人来台湾会冷死？应该不是。我说哇，30度好冷哦、啊，然后他就会包得跟阿嬷一样。哇，这样超赞哎！我想要喝一滴滴水。但妈妈就不会直接跟我说啊，用热水器调温度低一点。哇，320哎，所以你这样子来一克，哇塞，来一克这样子一次就可以泡完一整碗哎，太爽了吧！320，对啊，它最强最第三段是300啊，所以就差不多啊。你这样子一次就可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，然后回来就有一碗泡面，哇，太嗨了！这拿起来应该比较快吧。就直接烧起来啦！续杯时间。噔噔噔。哎，这个没看过。哦，它上面是修的呢，上面是热腾腾的，所以它制钉上面会热热的，所以上面不能放东西呀、啊，泡茶神器呀、啊，对，完美泡茶机。